复动漫，讲好中国故事。我是云，我是风，踏遍青山任威风，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我是马，我是龙，大江东去满江红，心中有天地，一蓑烟雨龙，千古传奇傲苍穹。踏遍青山任威风，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我是马，我是龙，大江东去满江红，心中有天地，一蓑烟雨龙。我是云，我是风，踏遍青山任威风，心中有天地，一蓑烟雨龙，千古传奇傲苍穹。传奇少年苏东坡。兄妹驱鼠。荷叶罗裙一色裁，真美。董阿凤，别闹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小妹，老鼠在哪儿啊？在。看你往哪儿跑。哥哥，这么久了，老鼠被捂死了吧？正好为民除害。哥哥，这老鼠也太狡猾了吧！这臭老鼠，看来我大意了。等我集中精神，专心致志，别说捉老鼠，就是拨毛虎，我也。哥哥，你可别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哼，你们等着瞧。孩子们，这么晚了，先回去睡吧，明天再想办法。臭老鼠。主人，我
我的衣服都被老鼠咬坏了，气死我了！你们来我卧室看看。欺人太甚，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冰猫啊！哥哥，不如我们养只猫，把这些老鼠抓光。还好呀，我最喜欢猫了。乌嘴，你说主人养了猫，会不会不喜欢我们了？对呀，我们得阻止他们买猫。你们磨蹭什么呢？快跟上！主人，东边桥下有卖猫的。童话凤，真有你的！主人，我看错了。算了，我们。哥哥，没有真猫，我们就画一只猫吓吓老鼠。这也行。小妹，别胡闹了。哥哥，不妨让小妹试试吧。小妹，我还是觉得你这办法不行啊。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？我看还是让乌嘴扮成猫更靠谱。哼，晚上自见分晓。老鼠怎么还不来啊？肯定是被我的话吓得不敢来了。我看还是被乌嘴假扮的猫吓到了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再想想办法吧。都怪我们瞎捣乱，要是有真猫就好了。我知道了。主人，我们……你们怎么了？我们一定要抓住老鼠。既然追不上老鼠，就让它主动走进我们的陷阱。哥哥，你是要做捕鼠机关吗？没错。乌嘴，明天去请嘉安国过来。得令。子战，这次我们要做什么呀？我们家老鼠造反了，得做些捕鼠箱。我也讨厌老鼠，交给我。大功告成。走开，走开，别过去，走开。都给我回去。安国，小心我们的捕鼠箱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抓鸡。子战，我们的捕鼠箱都坏了。都怪我们阻止主人买猫。我知道哪里
赢猫，我们将功补过，去给主人抓一只。童话凤，你们太棒了！吓死我了，还好把猫引来了。子战，咱们捕鼠箱也修好了，这次还有猫，老鼠肯定完蛋了。安国，我们去前厅将老鼠一网打尽。快去，看你的了。安国，我们去捣毁他们的老巢。老鼠再也进不来了，大功告成。以后我们家再也不会有老鼠了。子瞻哥哥太棒了，这次可真是恶鼠咬书，妹妹画猫驱恶鼠，鸡鸡啄到哥哥抛石妖鸡鸡。胸襟。